全ての光を力を我が右腕に宿り希望の道筋を照らせ。来了，欢迎回来幻想三国志。那今天我们来新春抢先抽啊，今天是兔年，那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这一次的年假来说真的放得蛮爽的，以往的话大概都是除夕到初五开工嘛，所以一般来说大概都放个五天最多六天，这一次的话放了九天还十天嘛，哦，真的蛮爽的。如果你是有喜欢出国的玩家，或者是喜欢出去踏青啊游玩的话，其实还不错，就是刚好有个年假。那像我们这种没有那个出国去玩，大概随意走走，然后回老家、回南部老家逛逛的话，其实放到后面其实会有点那个，会有点无趣啊。不过也还 OK 啊，难得可以放这么长的年假也不错。虽然说中间也有值班呐 啊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赚赚加班费也是还不错的。OK 啦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。那我们今天刚好来测试一下我们新的一年呢啊，抽卡运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去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鸟，这个抽卡非洲的那个实况呢啊，每一次都记录给大家看的。那可以想见得到，不管是玩幻想三国志啊，玩烟云江湖啊，玩任何的游戏啊，抽卡运是非常的不 OK。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用在 PK 比较好一点。那抽卡这种东西啊，真的是随缘。除了天堂 W 有弄到紫装，我觉得还比较有欧气之外，那其他的话大概都低于平均值啊，所以非常的鸟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今天呢，既然我们之前开了一个三盒的新玩法嘛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的风物质140抽啊，我们试试看我们的结果如何。用我们的真金白银啊，也不是真金白银啊，用我们的资源来实测一下官方的几率。那这个洛书学员的话，只有介绍过嘛，就是抽风物质。那风物质140抽的话，以几率来说，等一下会来算一下几率，然后看看比对一下官方几率跟那个几率到底是不是有 O 不 OK。据以往之前抽曹丕啦、抽丁奉徐盛啦、抽江天帝啦，我的那个几率大概都是低于平均值啦，最多打平啦，嘿，也从来没有什么三蛋黄、双蛋黄这种东西。所以等一下的话，我们来看看啊，140抽风物质可以出几个城堡。那如果抽完之后呢，啊，如果非常的鸟的话，一怒之下呢，啊，真的受不了的话，就把我们仓库这些该有的券等一下就把它抽一抽啊，一怒之下就把它花光这样子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来抽一下风物质吧。啊 ,140 抽。不过是分段抽啦，因为它是每次推图啦，你都有机会拿到一些东西，然后反正就慢慢拿，然后就慢慢抽，然后看看你的风物质可以往上提升多少啊，就是你的战力如何。好，来吧 ,140 抽风物质 ,GO! 好 ,OK, 那我们就来抽卡吧。那47抽，我们把它抽光，然后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好了。GO! 5抽。看这么烂。再来。它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些标志啊？啊，像有保底吧，我记得。干，真假的全蓝。然后，哦，这个是那个送的。干，他们鸟爆了！我记得之前有人说一抽三传奇，都紫色。哎呀，他没有保底，他没有保底那个吗？我记得有啊，我记得他不是有那个30抽保底吗？哎，看一下哦。不计算保底次数，有啊，我记得他有保底啊，25保底嘛。诶 ,25 保底 SSR 这么难抽。干，真假的。有了吧，我感觉他动画有搞头。哎呦，有了。绿旗琴，哇，有够难念啊，绿旗琴。好，再来。来了啊，诶，有了啊，绿城枪。哇，不错不错。虽然说我看到有人直接三蛋黄啊。算了，我们的运气还是不要跟人家比好了。有啊，没有，所以有两个 SS 啊。再来，看空弹，看全蓝，真够烂的。再来，看全蓝，看真的假的？我是这样说的吧？看还是全蓝，这玩意这么难抽？我记得不是写6%？几率我记得 SSR 是6%，看6.5%。6.5%，我50抽，哦，有啦有啦有啦，三个霸王枪，干，那也是跟保底几率一样啊，就是50抽里面中三个，好啦 OK 啦，就是，然后抽完之后你再去登记一下就好。
那目前抽完110抽啊，先来讲一下我们的战机。目前战机来说的话110抽，总共城堡的话有7个啊，紫色的话有26个，蓝色的话有77个。所以按照几率来说的话110抽。110抽 6.5% 的话 ,7, 哎还真的差不多 ,7。然后我乘紫色是26嘛 ,26 乘以 1.1 的话大概哎高一点。然后蓝色77嘛乘 1.1, 也有高一点。哦，所以看起来来说的话几率好像是有高那么一点点的感觉，嘿，大概是这样，但是没什么差别哦，我个人是觉得是也差不了太多。好，来吧，最后的30抽啊，大家自己自求多福啦，这个新春那个开新春嘛，总是我觉得至少要高于平均值吧。来 ,Go! 一发入魂三蛋黄啊，如此猖狂感没有了。他这个要那个闪大概六次大概才有这个东西。哇塞，五蓝配一紫，哇，你们真的是好意思的。好，再来吧。哇，真的一发就是2500换新的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呦，发威了啊，出师表啊，流星锤，这啥玩意儿啊，羽王成鼎啊，帅哥，然后匕首啊，之前看到有人他们都可以中三蛋黄，那到底是怎么中出来的，我真的是很好奇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至少还有东西，来再来。一发入魂双蛋黄就好啊，如此猖狂干。红宝石、龙蛇弓、双极、出师表，怎么那么多出师表？不是吧，大哥，新春的那个运气这么烂，怎么受得了啊？再来，来吧！啊，干错赛，木琴子的左传啊，西凉宝图，看这玩意儿这么难抽，这玩意儿已经够坑了，还这么难抽啊？剩十抽。十抽啊，算了，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个好了。个人觉得还是不要那个，不要单抽。红宝石、出师表，干全空大呢。我最讨厌这个，全部都是蓝色的。好啦，最后五抽了，自求多福了 ，Go！ 来吧，让我看一下奇迹如何。哎，有了啊，因为这是保底。蓝的，那个蓝的，哎，死寂还不错。龙牙刀，再来一个。还是没有，好，实际一个，然后龙牙一个，然后这个东西，好 ，OK 啦，那我们140抽全部抽完呢，我们来对一下几率吧。那目前的话，橙色是9个，所以110抽以140抽以 6.5 炮，等一下我算一下哦。那我们就来用计算机来实测一下我们的几率如何啊？ 6.5 乘 1.4 嘛， 140抽嘛，来看一下， 9.1， 看还真的是嘞。我们乘的真的是9个，干完全是打平这个保底的平均值，干嘛鸟爆了？然后 24.2 乘以 1.4， 我们紫色的话是32 33，我靠，低于平均值。然后 69.3 乘以那个 1.4 97 77，然后87 90 93，哦干，真的呢，都低于平均值呢，干，跟这平几率差不多，大家低一点点，哇，很不 OK 的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新的一年，哇，真的是三合脸黑王啊！我觉得从冰魂大将军改职为三合脸黑王，看这很贵呢，这个跟那个专武跟那个宠物一样的，一抽是500换金呢，干，真的受不了，来，我真的是。当其他运气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种运气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来吧，直接让我那个双蛋黄啊，直接结束这回合。干，还是以后给别人抽卡，有没有那种代抽的代抽服务，帮忙代抽？干，没有呢。好啦，我受够了，我真的受够了。来来，哎、欸，靠腰。あざなは文化と申します。干，单抽歪歪。歪到贾老那边去了，哇，尴尬！啊，好了，抽三股毛驴，来一只啊，没有。好了好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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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心觉得目前来说，真的那个，干，真的是鲁肃啊，姜维，鲁肃啊，徐盛，好了，不错了，没了，有关了。那这个等下次啊，等下次，然后这个东西存。好，很明显的啊，新春第一抽三合脸黑王啊，我的那个封号改一下，三合脸黑王，大概是这样。
好啦，那后面的话再去那个就去收藏一下吧，看看怎么。如果刚好有开到图鉴，那倒是还运气还比较好一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真的是很闹塞。像这个有开到吗？身心，哎呦，有开到灵宠减免，虽然说没什么屁用。然后宝物库来说的话，龙牙刀，把哎呀，加这种固定值的这种效益就不高，还是要加这种有关趴数有关的。啊，流星锤，你看我抽到多少个流星锤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呀，真悲伤。哎，死寂哦，哎，我就可以开了。哎，全体吸血加一，哎，不错不错。虽然说对灼烧来说吸血没什么太大用处，哼。然后点盾全开啊，全开！哎呦，主角伤害减免加二，不错，可能对神兵比较有用。好啦，没啦，就这样啦啊！真悲伤啊，真悲伤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升级哦！你看我蓝色抽多少，抽到都可以升级了。你奶奶的，真的是战力大概多了大概100多万吧，快200万。然后其他完全没什么增加。好了 ，OK 啦，我觉得这是个大坑啊，大家自己斟酌一下，我以后还是存好资源再说吧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支持一下我的轩劳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